好，这个例题呢，它是有两个物体 ，A 物体跟 B 物体 ，A 是 MA，B 是 MB。如果一切的摩擦力跟滑轮的质量都不算，我们求绳子的张力跟各物体的加速度啊，绳子像这条绳子的张力，还有这个物体跟这个物体的加速度。像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看就很清楚，因为它是跟力有关啊，力有关，所以它是力的问题。那因为它同时要求加速度，所以它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。那我们就用动力学的方法，或者是叫牛顿第二定律来求。好，那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啊，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关键的物体找出来，比如说我们取 A 跟 B 啊，取一个不够啊，我们这次取两个物体 A 物体跟 B 物体。找到这个物体以后，我们就把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全部画出来啊，外力全部画出来啊。比如说 A 物体它有超距力，超距力是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，因为我们当作它是均匀的物体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接触力，这个绳子跟它接触，所以有个 T， 这个 T 是朝这边，这个箭头忘记画了，朝这边。然后还有桌面跟这个物体接触，那桌面接触的话，通常它有两个力，一个是垂直力，就是正向力，一个是切线分力，那就是摩擦力啊。现在它摩擦力不计，所以这个摩擦力就没有了。好，这个力画完了，那我们画这个力啊。这个力呢，第一个我们看超距力，然后呢接触力，这根绳子跟它接触啊，这根绳子张力是什么呢啊，其实就是这两个张力之和，因为这根绳子没有质量啊，所以这两个张力啊就会借助这个绳子传到这个物体，所以这个物体呢就是超距力一个，还有接触力就是两个哈，因为两根绳子啦啊，这里绳子分成两半哈，所以是张力。那么找这个图，力图都画了，然后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啊，第一个 A 物体，我们看 sigma fx 这个方向的力，这个方向的力只有一个 t， 正向的，是正的。然后它的加速度呢是 a 啊，朝这边，所以是 maa 啊。啊，然后因为这个力我们用不着哈，啊，用不着就没有列了。然后看物体 b， 物体 b 是 y 方向的力，朝上是两个 t， 朝下是 mbg。啊，那么它的加速度呢，我们设定它是朝下，朝下的话它就是负值啊，这里就是负值，因为这整个式子是一个向量式， OK。 好，那么我们看两个式子里头啊，它有这个啊，两个式子里面有三个未知数，一个是 A， 一个是加速度 A， 一个加速度 B， 两个式子不能解三个未知数啊。那么我们就再看啊，那么这个加速度跟这个加速度其实呢是有关系的，因为绳子是一个它不会伸长不会缩短的，所以说这个下来一公尺的话，这个就要往这边两公尺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AA 是等于两倍的 AB， 那这样我们就有三个 equations 啊，三个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解啊，就像这样子我们解出来，我就不讲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题。好，下面一个例题呢，它是说在一个火车厢里面，火车的车厢里面啊，有一个小球，这个是一个小球，它用一根绳子系的以后啊，它如果没有加的话呢，它是跟这个地面垂直的，是这样自然垂下来的。但现在
车厢有一个加速度 A， 那这根绳子就跟垂线有一个夹角 Theta， 他现在要问什么问题呢？问这个 Theta 是多少，还有求绳子的张力，这条绳子的张力啊，他用 Theta 跟 A 来表示。好，拿到这一个题目啊，首先我们就是分析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这是什么问题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解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它啊，里头有求力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力的问题咯啊。那么它又有加速度，那就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，那么这一定是用啊动力学来解啊。动力要用动力学解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要把关键的物体找出来，这个关键物体就是这个啊，我们画在这里哈。你看，选取小球为关键物体，然后把关键物体的力画出来，它的力有什么呢？各位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学会哈。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力啊？超距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接触力，接触力现在是什么力跟它接触啊？绳子跟它接触，所以它就这两个力。那这个是它的加速度哦，哈，这个方向是加速度啊，乘 m 就是 ma 哈，就是朝这个方向。其实你这 m 可以不要画了，就是画 a 朝这个方向。好，那么现在用牛顿第二定律，好 ，t sigma fx 哈。这个方向的力分力就是 T sin theta 等于 MA 哈，等于 MA M 乘上 A 哈，然后朝上的分力呢是 T cosine theta 减掉 MG， MG 是朝下啊，这方向没有加速度等于零，所以我们就解这两个就可以得到 A 是等于什么 G tangent theta啊。那 A 如果解出来啊，那么绳子的张力呢，我们就可以带到这个地方去求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我就没有写出来，你就自己把它带进去啊。T 啊，你就把这个 A 带到这里来啊，就可以求出来啊。另外还有一种解法，另外的解法就是啊，我们用一个向量式的牛顿第二定律哈，这个是把它弄成两个分量了。我们用一个向量 T 跟 MG 是合力啊，合力，这是合力，合力等于什么？等于 MA 是朝这一边 MA。 好，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力的合力等于这个力啊，这是等于三个力的问题了啊。合力的话呢啊，因为这三个力啊，这三个力它现在可以啊，这两个是它的合，这个是它的合力，这两个的合力了啊，所以这三个一定可以画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啊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，那这个正好这个不能变，既然是平行四边形，而 MG 是垂直的，这个是水平方向的，所以 MG 跟 MA 是垂直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啊就可以用这个这个角 Theta 就是这个角 Theta， tangent Theta 等于什么？对边比邻边，对边是 MA， 邻边是 MG 啊， tangent Theta 是 MA over mg， 所以 a 是等于 g tangent theta 啊，然后你这个a 算出来啊啊，你就可以算 t 了哈，就可以算 t， OK 好。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这个问题，这个是在地球，这个代表地球，在地球的表面呢、啊、有一个人，它垂直上抛一个小球，这个球的初速度是 V0 啊，小球问
啊，这个小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是什么？啊，最高点的高度，不，到达最高点的高度啊。如果这个高度等于地球的半径 R 的话，就是说从这里往上到最高点，这个 H 等于 R 的话啊，那么这个 V0 要等于什么？还有就是你一丢上去啊，它就脱离地球的引力，现在求 V0 是多少？它主要的要求 V0 啊，求 V0。 那么求 V0 的话呢，就是求速度了。我们就想呢，我们曾经学过哪一些求速度的方法呀？比如说我们一维空间里面啊， V 就等于 dx over dt。 如果你知道位置跟时间的关系， dx over dt 就是 V。 你现在知不知道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啊？不知道啊，所以不能用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用牛顿力学啊，你知道起初状态，起初它在这里，知道啊，这 V0 不知道，哎，位置知道， V0 不知道。加速度呢？加速度啊可以知道啊，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万有引力可以知道加速度啊，加速度。然后到最高点的高度，最高点的高度 V0 等于0呢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问题里面呢，我们看起来是可以用牛顿力学啊，牛顿力学。不过它的加速度我们现在不知道了，要求出来加速度，求出来最后一点是 V 等于0，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来求 V 0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就假设小球抛出去以后啊，在H 高的地方，现在还不是最高点啊，在 H 高的地方，它的速度呢啊是 V 啊，在这里的速度是 V 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小球啊，它仅仅受到什么力啊？唯一的一个外力就是地球给它的吸引力啊，地球给它的吸引力。那么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列出来，它的 net force就是外力的合力，就是 FG 万有引力啊，万有引力就是这个啊。为了假定这个任意高度的时候，它跟地心距离是 R 啊。好，这是因啊，负号，这是向下哈，负 R 的方向， R 的方向在这里，那么等于 MA 啊，这个等于 MA。 所以我们把这个 A 约掉以后啊，把 M 约掉以后， A 就等于这个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加速度它现在是位置的函数，它不是常数，所以你不能用等加速运动公式来算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啊，我们就用一维运动来做，因为它始终在这条线上运动，所以我们就假设这条线向上是正，向下是负，那么它的加速度 A 呢就是负的这个值啊。好，那么 A 因为加速度是速度的啊，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数，那也就是说它的速度也是位置的函数，我们就用这个关系啊， A 等于 V 乘 dV over dr， 那等于这个。那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呢啊，我们就可以啊 ,VDV 这个乘过来积分，就是有这个积分式。那我们把这个积分式积出来，这二分之一的 V 平方把上下线带进去，这个呢就是等于负 R 二分之一啊，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，就是这个式子。然后啊，我们从这里头把 V 啊，我们要求 V0 呢，所以 V0 啊拿到这边来，这个拿过去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啊，最后得到这样的式子。我们要求的是 V0 啊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把小球啊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V 等于0这个条件带进去啊，这个等于0，所以 V0 就等于这个，我们把负号乘进去，这两项对调 OK
好 ，A 最高点的高度是 h 等于 r 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啊 ，h 等于 r 啊，那这个就变成2 r 分之一了啊，二跟二约掉，所以 v 0就等于根号 g m e over r。那我们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记得 ，g m e over r 平方这个大小就等于 g 哈、啊，等于 g。等于这个重力加速度，所以我们分子分母同成一个 r 以后啊，那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哈、啊，那这个就是 h 等于 r 的时候啊，好，那么这就是地面的重力加速度啊，我们用了这个，好 ，b 最高点的高度啊，就是如果是它可以逃脱地球的引力，那就是它的 h 等于无限大，可以到无限大，无限大。我们把这个带进去，这一项就是0了，它就等于2倍的这个值的2倍，所以它是等于 2RG。 那我们令这个速度啊，就叫做逃脱速度 escape velocity 啊 ,VE escape velocity， 就是说你一个质点啊，任何一个物体以这样大的一个速度，这就是地球的半径啊，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啊，把它丢出去的时候啊，这个物体可以逃脱地球的引力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叫做 escape velocity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说我给你什么条件，你要求它的结果呢？不是哦。学物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哦，啊，不是说我给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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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知数，然后你要求什么什么什么未知数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，有一个雨滴，啊，它在空中形成的时候啊，它是一个，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球形，然后它就开始呢，受了重力，对不对？受了重力，它就往下掉。但是它这个在空气里面啊，雨滴在空气里面，空气给它一个浮力 buoyant force， 然后还有一个阻力啊，阻力就是它的 viscosity， 就是它的粘滞力啊，这就是它的阻力了。它要往下掉，但是这两个力量要阻止它往下掉啊，这三个力的作用，这个雨滴就开始往下有一个加速度 A。 那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啊，也没有问你它到底是要求什么东西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哈，你知道这三个力作用在物体上，这三个力都是在垂直的方向啊，垂直的方向，那么它开始往下掉，我们假设经过 T 秒钟以后啊，它的速度呢就变大，因为它有加速度啊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哈、啊，加速度变大，它的力图就像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有牛顿第二定律， Y 方向的合力，这两个向上的是正，这个 mg 向下的是负，所以是等于负的 m， 是 m 乘上负 a 哈、啊，这个要注意啊，你不要马上写负 ma 哈、啊，括弧 A 要用负的，因为它的向量，它是向量，它是往下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一项一下呢，啊，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式子里头，我们假定 T 等于0的时候，就刚刚成型的时候，它还没有速度啊，它从0开始往下掉，速度等于0开始往下掉。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速度等于0，这个时刻它的加速度是 A0， 那我们把这个条件带进去啊， V 等于0啊的时候， A 等于 A0， 这是 A0 啊， A 等于 A0 啊，那么因为这个 V 等于 0， R 这里有一个条件啊， R 等于负 KV， 就是说我们一般啊，物体速度不太大的时候，
它的这个粘滞力产生的阻力啊，是跟速度一次方成正比，方向相反。如果速度大的话呢，可以它可以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啊，哈，是要看情形。在目前我们是假设它只跟 v 成正比，因为雨滴掉下来没有多大的速度啊，啊，所以是等于这个啊 ，t 等于零 ，v 等于零 ，a 零等于零啊 ，a 等于 a 零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式子。这个式子是什么呢？就是雨滴的最初的加速度啊，最初的加速度。好，那么它有了加速度啊，它的速度就开始变大，对不对？速度就变大啊，速度一旦变大，这两个值都是常数 ，mg 是常数啊，浮力也是常数啊。你这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这个就越来越小，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等于 ma， 这个越来越小的话，加速度就越来越小。刚刚那是起初加速度啊，一开始运动以后啊，它加速度变小。要注意，加速度变小不是加速度变负值哦，加速度还是，这不是加速度相反吗？还是原来的方向。所以呢，这个雨滴啊，继续速度增大，继续增大的时候啊，那这个继续的变小，那 A 又变成更小，所以左边就越来越大，右边越来越小，到最后啊，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最后就是啊，这个这两个正好跟它那个时候的速度一样大的时候，加速度就等于零了。加速度等于零了以后啊，这个雨滴就不再加速了，它就以等速下降啊，等速下降 ，OK， 啊，所以我们说当 a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们令这个时候的速度叫做 vt，t 就是一个 terminal velocity 终端速度的意思啊，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，mg 减 b 减掉 k 啊，这个我们用。啊 ，a 等于零的时候，啊，这个 a 等于零，我们 v 就用 vt 来代表，于是我们就得 vt 是等于 mg 减 b over k， 这就是它的 terminal velocity。到这个时候，雨滴掉下来啊，它速度不再增大，就是以等速下降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它的速度，起初是零。到最后是这么大啊，到就终端速度是这么大。那么在当中的时候呢，它的速度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就从牛顿第二定律这个式子来看呢啊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式子哈、啊、就变成啊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m 把这个 k 除一除啊，那。mg 减 b over k 就等于 vt 了啊 ，vt 啊，这个都变号，那就是 v 减 vt 啊等于 m over k，a 呢这个时候可以写成 dv over dt， 因为它啊 a 本来就是 dv over dt 了，好、啊，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两端积分，把 v 放在一起 ，t 放在这里啊，这个积分就是 log 把、啊、这个。带进去的话，上下线带进去就是 log v 减 vt over 负 vt 等于啊，这边就是负 kt over m， 然后从这里就解得 vt velocity 啊，它是等于这个值，就是说你这个 log 去掉，这边是 exponential 这个值，然后再把这个啊这个 vt 乘过来哈、啊，这个 vt 搬过来就可以。就可以解出 v 来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函数的曲线呢，就像这个样子的啊。函数的曲线，就说这个物体的速度起初是零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变成一个终端速度啊。好，那么刚刚是雨滴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以后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现象，你可以去分析它。你分析的时候不是随便乱猜，还是我们学过什么原理，你就用什么原理去做。
好，现在我们就看水平的圆周运动。我们前一章讲过啊，一个物体受外力的时候啊，它可以分成加速度，可以分成 x、y、z 三个分量，互相垂直的，这是笛卡尔坐标。我们也可以把加速度分成切线分量跟法线分量，这切线分量就是 dv over dt 速度的时间变化率啊 ，sigma fn 这就是法线方向哈的分力，对 man an 呢？我们上次说过，它是等于 v 平方 over r 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如果这个指点的速度 v 等于定值的话呢，那这个是定值哈，那么这个指点啊，它就是做这个等速的圆周运动啊，等速圆周运动我们上次分析过了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物体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，这是它的切线分量，这个是它的法线分量的力啊。好，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一点的这个曲率半径呢，是朝这个方向，是朝什么圆心的方向，因此这个力呢我们就称它叫做向心力啊，向心力啊。好，以后要注意向心力啊，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外力，它是这个物体所受外力的合力啊，外力合成以后啊，它的合力啊，就是它的向心力，不一定是有特定某一种力哈，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，假定我们有一部汽车啊，汽车在这个路面上走啊，假定这是一个路面，这路面走的时候，汽车如果要拐弯呢，怎么拐弯？它靠什么力量拐弯？因为你要拐弯，一定要有一个 normal 方向的分力，就是向心力啊。normal 方向的分力，这个分力从哪里来呢？那通常都是从摩擦力来啊，摩擦力来的啊。有路面，你看我们路面都有摩擦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汽车可以转弯啊。那如果这个路面没有摩擦力的话，你汽车能不能拐弯？你把你的驾驶那个驾驶盘拼命的转，它也是不会拐弯。像雪地里头，地路面结冰的时候啊，你一把龙头啊，把那个驾驶盘把它扭一下的时候，这车子会打转啊，因为车子还是要往前冲啊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汽车转弯呢？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使这个路面稍微斜一点哈，路面呢倾斜一下啊，路面倾斜，路面倾斜就可以啊，路面倾斜以后啊，本来这个 n 是在这个方向上，现在这个路面倾斜过来，它的 n 也就倾斜一个西塔角，那么这个 n 呢就会在这个方向产生一个分力，这个方向就是它的向心力的方向啊。所以说我们路面倾斜，也就是说使得这个物体会受一个向心力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题好了啊，就看这个例题。好，一部汽车质量是 m， 在没有摩擦的路面上以速度 v 行驶哈，这个 v 少打了，速度 v 行驶，它现在要做右转，转弯处的曲率半径是 r， 假定这个是 r， 求路面应该倾斜的角度 theta 与 m 质量，汽车的质量速度跟曲率半径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拿到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怎么样子求
用什么方法来求这个问题呢？啊，用什么方法求这个问题呢？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它要转拐弯呢、啊，它一定受一个向心力的，否则它不会转弯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力找出来啊，这个力找出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关键物体画出来，汽车画出来啊，它的外力，第一个画它的超距力哈、啊，这听清楚了哈、啊，第一个首先画超距力，然后就画接触力，现在有什么力跟它接触啊？地面跟它接触。地面跟它接触，这个 N 是跟这个地面垂直的，叫正向力啊。如果一个平面上面的接触力，通常我们是有还有切线分力，切线分力就是它的摩擦力，现在我们已经说没有摩擦力了，所以就没有了，它就是这两个力，就是这两个力，这两个力我们现在啊用牛顿第二定律来看啊，牛顿第二定律啊，那么这个是因为它加速度是朝这一边呢、啊、加速度朝这一边呢、啊、所以 N 我们用 E 维空间啊向量加上 MG 向量，这个符号自然包括在里面啊，它是现在是向量啊啊，要等于 MAN， 你看这是 MAN， 这个是等式的右边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水平的，这个是垂直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直角，因此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呢，这个角是垂直的啊，那西塔角就是这个西塔角，天井的西塔等于对边比上零边啊，天井的西塔等于 MAN over 这个 mg 等于这个东西啊，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式子里面啊，就说你看你要用多大的速度在走了、啊、如果半径 r 是曲率半径 r 是定值 g 也是定值的话呢，那么这个 c 台要多大要看你的速度了、啊、你速度越大倾斜角就要越大啊，这个是这个关系就是西塔路面倾斜的啊，跟这个 V 有多大的关系。如果说你指定这个 V 要有多大啊，那这个倾斜角有一定的角度的话，那么它的曲率半径应该是多大也可以求出来啊。那这个是啊这个问题。好，再来我们看，这是一个L 长的细线，这边有一个图像的 M， 它原来是垂直的图像，后来我们给它一个滚轴的轴心，它就在这个滚轴的圆周上面运动，水平圆周上面运动啊。如果这个时候它的夹角是西塔，就说这个时候绳子跟垂线的夹角是西塔的话，我们现在要求指点绕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什么，我们就令这个时间就是大 T 啊，一向我们用大 T 代表它的 period， 就是它一周的周期是多少。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做呢？它要求时间呢、啊、我们好像没有求过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求过力的问题啊，求过加速度的问题，那现在要求 T 怎么办呢？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按照他的话啊，他一周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，一周的周长是二派 r， 它的速度这里是等速圆周运动啊，是 v， 所以 t 就是等于这个啊。你要求这个、r 要知道， r 本来就知道哦， r 呢你西塔如果知道的话，因为你知道 l 嘛哈，那 r 就知道了， r 等于 l sinL 啊 ，tangent theta， 这就可以知道。那你还要求 V 呀、啊？啊，它的 V 是多少多大呢？啊，好，那么 V 要求 V， 你怎么求？现在要求 V， 你怎么求？用 dx over dt 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现在它不是一维运动，
可不可以用这个牛顿运动定律啊？也不行，它这个 V 是一个等数哦，它不是有什么起初条件，然后加有什么加速度，然后再产生速度，也不是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什么方法知道 V 呢？哈，我们就有，我们记得法线加速度 a n 等于什么？V 平方 over R, 对不对？ V 平方 over R, 所以那里有个 V 啊。如果你知道法线加速度 AN 的话，你就可以求 V 啊，就可以求 V, OK? 啊，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把 AN 求出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求 AN, 啊，求 AN 就是加速度的问题啊。运动学也不能求，那我们现在就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求啊，牛顿第二定律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关节物体找出来，把外力画出来 ,mg 跟 p, 啊 ,p 就是这个绳子的张力，因为我们已经把 t 当作是周期了，所以你就不能张力就不能再用 t 啊，用 p。还有没有别的力？P 是什么力？绳子拉它的力。还有没有别的力啊？有同学说还有啊，还有个向心力啊，它有没有特别一个什么东西拉到这个指点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它没有这个，没有特别的一个力。就说你要有什么力的话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施力的物体，一定要施力的物体。如果你把这个当作力的话，它施力的物体是什么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只有这两个力哈。好，我们还是利用牛顿第二定律，向量式。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这是一个直角，所以这个 tangent theta 就等于 man over mg, 有这个关系，所以 an 就知道了。AN 是等于 G sin theta, AN 知道你就可以求 V 哦，就可以求 V 哦，啊，好，刚刚求出 AN 是等于这个，啊 ,AN 就等于 G sin theta, AN 又等于 V 平方 over R, 啊，那 V 就知道了， V 就等于 RG tangent theta, 啊，那我们又看出 R 呢，这个 R 就是这个 R, 等于 tangent, 啊，不是等于 L sin theta, 啊，不是用这个，是用这个，啊 ,L sin theta, 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，啊，那我们就解出 tangent 是等于这个值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theta 越大的话呢，theta 越大 cosine theta 越小啊，那 t 呢就越小，可是啊 theta 越大的话速度就越大啊，速度就越大，所以我们知道当 theta 等于90度的时候，这个就是0了， t 等于0，这个90度的话呢 v 等于无穷大，不可能啊，所以这个它在这里转，速度越大的话这个角度会越大，但是它不可能大到 theta 等于90度、okay? 好，我们再看在很多游乐的场所啊，它会有这么一个机器啊，这个机器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圆筒啊，人走进去以后就贴着这个墙壁站啊，站在墙壁上面，然后当然不靠在墙壁上，脚呢站在地板上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旋转，一旦旋转到某一种速度啊，它这个地板就开始下沉，地板就沉下去了，这个人没有跟着下去啊，人还是贴在这个墙壁上啊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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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在这，好像锅贴一样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啊，我们现在要问这个
要有这么一个游乐器材，你现在要设计的时候啊，这个滚筒的圆筒的半径是什么，圆筒在转的时候它的切线速度是什么，还有这个人跟墙壁的摩擦系数应该要多大，有关系的，你要研究这个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弄一个圆筒就让人站进去啊，到时候你这个摩擦力不够的话啊，一转地板下去了，人也跟着下去了啊，或者是说这个转得太快，越快它贴得越紧了，太快的不行，太快的时候啊，你人走进去出来就要抬出来啊，因为会呕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研究这个有什么关系。好，怎么研究呢？我们就从这个牛顿第二定律，因为它牵涉到这个摩擦力的问题，我们把力图画出来，关键物体找这个人，然后呢我们说啊，它的超距力就是 mg， 然后就是接触力，接触力呢一个是垂直方向的就是 n 啊，就是 n， 我看到这张就很淡哈 ，n， 然后啊，切线方向的就是它的摩擦力。我们现在用最大静摩擦好了啊，最大静摩擦。好，就是这三个力，我们现在以牛顿第二定律 ，Fy sigma Fy 最大静摩擦向上 ，mg 向下，它在这里没有加速度啊。然后呢 ，normal force 朝这边只有 normal force 只有一个。啊 ，normal force 要等于 man 就是等于 v 平方 over r， 啊，好，然后我们又看到啊，这个时候 n 也不知道，啊，这个也不知道 ，maxima friction 也不知道 ，maxima static friction 不知道 ，v 也不知道，三个未知数，我们还要有一个式子，那就是最大静摩擦。跟这个 n 的关系，好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式子里头可以解出来哦，原来啊，它的摩擦系数啊要等于这个东西啊，那就是说，假定哈、啊，你这个 r 当然越大越好了，越大里头可以站的人越多，你赚的钱越多了哈、啊，每一次赚的钱越多。然后这个速度呢，速度当然是越小越好啊，越大的话人家会吐啊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它速度终究有一个，你太小的话这个会往下滑，太小的话这个小的话这个要很大啊，这个摩擦系数要很大，你看你这个衣服跟这个墙壁之间摩擦系数要很大很大的话啊，那么这个材料也不容易啊，平常人家穿着衣服来这里哈、啊、也很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摩擦系数，所以这是有一定的哈、啊、有一定，所以这个摩擦系数要多大大概可以从你这个地方决定，就是说我决定这个 R 要多大，因为它这个游乐器材有时候是随着马戏团跑的啊，所以它不会太大啊，速度呢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太大，太大了人会呕吐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摩擦系数应该要多大啊，通常这个摩擦系数啊要控制它的话，这个你穿特殊的衣服了，他给你一个紧身的衣服啊，你靠在这里或者是一个袋子哈，啊，上面有魔鬼粘哈、啊，就是粘在这个墙壁上，这个摩擦力就很大。你不能随便穿的，啊，随便穿这个，我们的小姐夏天都穿得很凉快哈、啊，那个衣服啊都是绸缎的，那个、滑不溜叽的哈、啊，那么一转，这个摩擦力太小，人下去了啊，最后这上面都留着衣服在这里啊，
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你要看情形来计算，然后呢你最好有什么衣服什么啊，用魔鬼粘的袋子给他们带上去啊，穿上去。好，另外一种算法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用最大计摩擦，我们这个就是用这个要改一下哈 ，FS 哈，然后呢 FN 还是一样哈，等于 MV 平方 over RMAN，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式子 MG 等于 FS 跟这个关系是小于等于哦，啊，小于等于，然后这个式子等于这个，啊，我们把 N 用这个带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来哦，有几个关系哈，几个关系，这个都是它的关系式啊 ，G 啊小于这个，我们看这个好了，看这个式子哈，就是你的摩擦系数一定要大于这个。如果 R 确定了 ，V 确定了，你摩擦系数要大于这个，啊，或者说你摩擦系数是确定了 ，R 也确定了，那你的速度要比这个值要大，啊，或者是说你速度决定了，摩擦系数决定了，那你这个半径要比这个小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你要考虑到的啊。好，以上是垂直圆周运动。现在我们来水平的。现在我们看垂直圆周运动。这个圆周啊，它的圆周面是垂直的，跟水平面呢，啊，垂直了，哦，哈，垂直哈。这个物体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，这个圆周上面运动，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等速圆周运动，不是哦。不是等速圆周运动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看它的任意一点它的速度应该是多大，任意一点它的加速度多大啊？好，我们随便找一点啊，找这一点好了。那么这一点的位置在哪里呢？你总的要有一个参考位置啊。我们就假定这条线是参考线啊，这个位置呢它是在这边西塔角啊，西塔角的地方啊，西塔角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物体啊，现在受几个外力，我们把它外力画出来，你才能够求加速度啊。啊，关键物体取这里外力 mg 超距力，然后这个是接触力，是张力 T， 就是这两个力啊，张力 T， OK 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运用牛顿第二定律，牛顿运动第二定律啊，牛顿第二，好，我们看这个，好 ，tangential component 切线方向的力，好，这个力跟这个力在这个方向的分力是等于什么？因为切线跟这个半径是垂直，所以切线方向没有 T 的力，切线方向只有 MG 的分力， MG 的分力就是这个，它是等于 MG sin 西塔，所以唯一的一个分力 MG sin 西塔，好，这个是要等于 MAT 啊， MAT， 好，法线方向的啊，我们现在以向心方向作为正的 OK啊，好，这是 T 是正的啊，朝这个方向的分力呢，这个方向分力就是 mg cos 西塔啊 ，T mg cos 西塔是负的，朝外的负的啊，它等于 man，n 就是 an 就是 v 平方 over r 啊，好，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式子，你就可以解出它的加速度，啊，它的加速度是等于什么呢 ？g sin 西塔等于 g sin 西塔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啊，这 t 可不可以算出来啊 ？t 可不可以算出来？算不出来，啊，或者 an 算不算得出来？
你也算不出来啊。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式子里头啊，这个式子你没有办法算出t 来，因为 v 你还不知道， v 也不知道啊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要算这个，要算这个 an 的话，这 at 是算出来了啊。an 我们这里是直接用 an 用这个 v 平方 over， 本来这里应该写个 an 呢、啊。啊，这 an 等于什么呢？永远要记得啊，这个关系，这个很重要啊。an 等于 v 平方 over r， 这做曲线运动的物体，它加速度的法线分量就是这个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哈。好，那我们 an 知道以后啊，我们就把 an 带到这里来啊，啊，所以才可以解出 t 是等于这个啊，张力，你这个时候可以解出张力来了。那么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张力也跟它的位置有关。当西塔角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最大，对不对？核酸西塔等于一，好，这个时候就是物体在这里的时候，绳子的张力最大。当这一点在 A 点的时候啊，是西塔等于什么？180度，等于负一，所以是 mv 平方 over r 减积，这个时候的张力是最小啊，啊，就是这个 ，OK。好，那么做这种运动啊，它有一个限制，就是说你到 A 点的时候，你转到 A 点的时候，这个速度啊，要有一个最小值，你不能比这个值更小，比这个值更小，这个物体啊，它不会绕圆周运动。它绕到这个地方就掉下来了啊，它不会做整个圆周运动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，它的最小值应该是多少啊，它才会做圆周运动啊，做整个的圆周运动啊。那这个有个要领，各位一定要注意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物体啊，啊，物体在这一点画出来啊，啊，画出来。那就是我们t 啊加 mg， 那应该是在前面一个式子哈，看看啊，这个核酸西塔哈，就你我们把这个物体画到这里好了，画到这里好了，我就没有画，一个是张力 t， 还有 mg 也是朝这里啊。它这个 mg 朝这里， t 也是朝这里，这就是它的合力啊，向心的力啊。向心力等于 man，man 就是 an 就是 v 平方 over r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这个最小，啊，这个值要最小的话，就是这个值最小了。这个值最小，右边也要最小啊。但是 mg 是一个mg 它是一个定值啊，它不可能变成零啊，不可能变成其他，就是 mg 啊，那只能够在这里动脑筋。这个 t 要是最小，最小最小是什么？绳子的张力最小最小就是零啊，啊零啊，所以 t 等于零的时候 v 就等于 v minimum 啊，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，就等 v minimum 是等于根号 rg。啊，最小值等于这，我不希望各位去背这个东西哈，啊，我们尽量少背，少背这个式子啊。你把这个，你能够用牛顿第二定律啊，把这个条件带进去啊，把它导出来，你才能够长记得长久啊。